这个是怪机师欧什么双热靴架的状态，它隐藏版的功能就可以当脚架使用，当脚架使用，那在手机这边进行控制，好，进行控制。那这个欧什么杂音消除线，好，这欧什么杂音消除线，建议大家有了要有个东西，然后只要买这个欧什么的这个副厂用的这个 LED 灯，我们会送一个架子，送一个架子给你咧，干嘛咧？让你把线跑漂亮一点，好，跑漂亮一点，同时咧消除机震所传达出来的杂音啊、哦，杂音。那另外摇臂咧有线是会比较理想一些，好。好，这样就形成了整个装载，既可以当三脚架使用、哦、又可以当手提使用，又可以快拆分离、哦、种种的功能集于一身、哦、欢迎大家多多的利用、哦、交流、哦、多多利用交流、哦、那再来欧斯摩遮光罩、哦、也很便宜，几十块钱而已、哦、也可以当作你选用的一个配备。那整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科技日新月异，与时俱进的接受新产品、新科技所带来的便利，让你的创作呢更加无远佛界。好，我希望大家能够，在这些缺点的改善上有什么建议，也可以告诉我们。好，再来，这里拔掉之后，这里拔掉之后可以直接上三脚架，可以直接锁在三脚架，你就变成在三脚架做二号机作业。你拿你的 GH3、GH45、D35、D6 当主机去做拍摄，这里呢锁在三脚架上，锁住之后呢，帮你在远端拍摄。你拿你的手机呢，把它绑在这里，绑在这个位置，你随时可以监看它，进行这一机的控制，回来进行双机 EOP 的一个操控。好，以上跟大家介绍这个厉害的家伙。好 ，BOSS 唯一真的就是用到现在敢推荐的东西了，它不会落亏。好，谢谢大家。